嗨，你好吗？我是 Alison，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冥想练习。我们的主题：活在当下，完整的正念感受。请在一个你感到安全的地方，准备好你的坐垫，或是在沙发上、床铺上都可以。可以以双腿相盘的方式坐下来，或是双脚落在地面上都可以。双手手心朝上，放在双膝上。在你准备好的时候，深深的从鼻子吸一口气，在呼气的同时轻轻地闭上双眼，请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来，可以继续做两次深呼吸，鼻子深深地吸气，呼气。感觉到气息的流动，再一次，呼气，很好，在这里恢复自然的呼吸。没有任何主观的强加感受，只是自然的呼吸着，将注意力放在你的鼻尖，在这里感觉到空气进出的温度。气息一来一去，很好。现在我们试一下用数息法，将注意力收到呼吸上。吸气时数一，呼气时数二。不需要加深呼吸，以自然的呼吸状态就好。从一数到十，每到十的时候，再回到一，请练习。如果思绪飘走了，或者已经不记得自己数到哪里了，或是数超过了十，请再一次回到一。
好，无论你现在在哪里，数到了哪里，请停下，在原地，仍然将你的注意力放在鼻息，放在鼻尖、鼻孔的周围。我们现在感受一下四周进来的空气，它的温度、它的质量。感觉一下你四周的空间，室内是室外，让声音进来，远处的、近处的，或是无声，也让它进到你的听觉、你的知觉。请在原地尽情的以鼻尖为支点，用你的身体去感觉到你所处的整个空间，你的臀部和地面或是坐垫的接触，身体和空气的接触，你的脸颊、脖颈在空间里，很好。现在，放松你的注意力，让它随意的奔走。你的大脑不停的会有念头冒出来，没有关系，让它出现。你看见它，你让它来。你让他走，好。再一次，我们将注意力来到鼻尖，你最后三次深深的呼吸，让空气进入鼻子，进入胸腔，直来到腹部，呼气，全部呼出肩膀下沉。再一次吸气，呼气，最后一次，你自己的节奏。在呼气时，轻轻的睁开双眼，请将你的双手合十，来到胸前。不要着急，我们可以立刻投入到你生活原本的节奏里去，或是你给自己一点空间，你在原地多停留，
多给自己一点点的留白。活在当下，不是及时行乐，不是不顾过去，也不计后果。恰恰相反，活在当下，是一种最为负责任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你全身心的投入在此刻。今天的这一次冥想练习非常适合专注力的初学，欢迎你常常回来，谢谢你在这里，希望你活在此刻，活在当下，生活只有现在。我是 Alison， 我们下次见。